南韩演艺圈夫妻档宋仲基与宋慧乔爆出离婚消息，经纪公司今天证实，两人已经进入离婚调解程序。宋仲基透过律师发布声明表示，两人都希望圆满地结束离婚程序，而不是互相指责，以后会摆脱伤痛，全力投入演员工作。宋慧乔的经纪公司也公布声明稿，指出双方无法克服个性上的差异，因此无可避免地做出离婚的决定。宋仲基和宋慧乔因为出演《太阳的后裔》这部戏结缘，公开恋情后在2017年10月举行婚礼，当时是人人称羡的一对。不过王子公主的童话婚姻短短不到两年就破碎，令人不胜唏嘘。